你怎么证明你没干？等会儿啊，问题是，我为什么要去证明一件我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儿呢？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？不是，这不是急不急的。方案外泄，侯总比你急呀。小韩，先冷静一下。我们现在是例行的调查问询，是不是必须要的？你说呢？不是，这不是例行询问，你们分明就是在怀疑我吗？问题是啊，那我又有什么必要去偷自己的方案呢？我也觉得很奇怪呀，你为什么要偷你自己的方案呢？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呀？啊，再说了，侯总已经决定了用你的方案去竞标啊。当然了，给侯爵看呢，就是希望他多提点建议，也是为了完善你的方案。我觉得小韩，现在是公司的利益第一位，你一定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一边。所以你有什么想法，开诚布公地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嘛。啊，我听明白了。你们根本就不是在怀疑我，而是咬定了这件事就是我做的，对吧？行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也就多说两句。首先，我没做过，就是没做过。是，当我看到我的设计方案摆在侯爵的桌上的时候，我的确很吃惊，而且我很郁闷。我心想，我这一次我的心血又要归功于别人了。但是呢，我又能怎么办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所以我心情很糟糕，我连中饭都不想吃，我只想休息，去睡一会儿，调节一下我的情绪。再其次，你们刚才说待我不薄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句话从何而来。是你们二位当时把我挖过来的，对吧？也是你们当初承诺我重金和职位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至今为止兑现过什么？我不想一直做别人的嫁衣，我也要生活，我也要吃饭。但是你们现在给我画的饼，我没法生活。并且你们对我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都没有了，严重的践踏了我的底线。所以我觉得我没必要在这儿了，真的。你说这话你想干什么？想辞职啊？啊，好啊，智融建设向来是来去自由的，尤其是对那种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人，送你五个字，再见不远送。是我忘恩负义，我过河拆桥吗？行，再见。走得好。开始我还半信半疑，他这一走，我至少信了八成了。你刚才没听见他说吗？他需要钱，这就是他的动机。我觉得也许啊，是其他公司啊高价收购了他的方案，想阻止我们中标吧。真挺可惜的，他是个人才，就是太计较于眼前的名和利了，也辜负了你的期望。辜不辜负倒无所谓，方案出来之前我还敬他三分，现在方案都已经外泄了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的事情了。那咱们现在这设计方案怎么办呢？重新再来过。啊，
现在就剩下2周不到的时间了，重新来一波是来不及了，只能调整。这样，通知大家半个小时以后到这儿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一下这个事儿。好。看什么看啊？没事干是吧？都啊，你们事儿就是看着我是吧？行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包小涵自己承认了，但是我有点不相信啊，总感觉哪儿不对，不可能是包小涵。分析分析。侯总，就在刚才，公司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方案失窃事件，丢掉的是瑞吉酒店的一套准竞标方案，现在嫌疑人基本上确定就是包小涵，他已经主动提出离职，所有的工作权把他踢出去，避免公司的信息进一步泄露。现在剩下的两套方案问题还有很多，所以我现在要求你们设计部必须在3天之内给出我一份超越前一稿的设计方案，在座的各位也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，不管是建议还是意见还是设计方案，只要最后被我们采纳，都会有重赏。还有，我今天放了包小涵一马，这是一个特例。你们所有的人要引以为戒，如果今后公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，别怪我侯志荣不客气。散会。你这次还准备参与了吗？参与啊！之前海神的项目丢了，我又重新做了一个，然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，我感觉现在效果非常好。你还挺有心。这不你教我的吗？认真对待工作。那你继续好好工作吧。今天我们讲了水上迫降的理论要点，下一堂课我们就要实习了，所以请大家回去之后好好把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消化一下。下课。好，老师再见。阿姨，我们酒店现在可以试住了，周末您来体验一下，提提意见，我派车去接你。安琪请你了吗？啊，你也去？什么叫野呀？我好歹是十一的亲爹，你以为他是请我们呢？是你闺女，
你去嘛，十一他亲爹。我是亲爹，我当然要去考察了。哎呀，到底去还是不去啊？干嘛呢？有事吗？哎呦！哎，你们还管破案呢？情报收集和分析是我们的工作内容。假模假式的，分析出什么了？给我看看。我有个感觉，我觉得这些事儿好像不是冲着你，是胡总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小侯总不值得被盯一下吗？啊，你不能从心里就把我跟我爸区别对待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以后注意啊。这个马勇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确定，我只是把所有的异动都整理出来。你不确定，你瞎提什么？我爸跟马勇的感情比跟我还好呢。瞎专业。好好看啊！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多做善事，回报社会。老板，阿弥陀。你在这多久了？我刚一直在这擦东西啊。听见什么了？我也没听见什么，我就听见你说什么阿弥陀佛保平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招财帽，它只招财，它不保平安的。你这太难为人家，你有什么心？消失。哦。平安，平平安，平平安安。叔叔阿姨，哎，蓝琪，叔叔阿姨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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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好意思，本来应该亲自去接你们的，临时有个会。哎呀，你那么忙，不用亲自接我们，这不我们也来了。哎，行李啊，我让他们先直接放到前台了，我们一会儿去取。这边走，哎呀，真是美呀！请，哎，好。哎，
到了，叔叔阿姨。啊，就这两间，就在隔壁，一模一样的，你们看你们怎么分配？哎呀，嗯，平均分配。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我住下一间。好，走吧，阿姨。哎，哇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哎呦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，阿姨，这房间还满意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真的太好了，有品味，有格调，我喜欢。那您喜欢就好啊，一会儿饿了下楼吃饭。好嘞。哎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，我看看叔叔去。好好好，把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。快去吧。好，享受。好。哎呀。妈，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这么美。我在蓝旗酒店呢。你怎么去蓝旗那儿了？你也没跟我说一声。我这不就跟你说呢吗？十一啊，蓝旗这酒店弄得真的是不错，你抽空一定得过来看看，听了没？是跟我爸一起去的吗？我才不跟他一起呢。哦，是吗？我还以为照片后面跳起来的是我爸呢。嘿，怎么跟个冤魂似的？这走哪儿都有你。居心叵测，嗯。哎，英南，你去哪儿了？去海边遛弯了。太美了，那沙滩！你遛弯遛到我手机里了，遛到我照片里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自己看。我看，我看，这也能拍得进去。咱们依然有缘分。什么缘分？回你房间，老老实实的，不许再出来。你说什么呢？好主意。吃饭叫我啊！就知道吃饭，饿死你！从现在起到开业前。我定期巡查，告诉所有领班，所有服务人员的仪容仪表必须符合规范。被我抓到一次，立马走人；三次以上，当着领班走人。你去忙吧。谢谢你对我爸妈的照顾，他们很开心。他们开心，你就开心；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哎，你在那笑什么呢？我看你半天了。哎呦，我爸。一遇见我妈就犯中二病，这么多年也没变。他们去哪儿了？蓝琪接他们去酒店住了。卑鄙。啊？是卑鄙者的通行证。高尚，是高尚者的座右铭，不是座右铭，墓志铭。你说什么呢？这跟你没关系。行，跟我没关系，不打扰你了。哎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谈恋爱去啊？哼，无可奉告。哎，哎哎，有危险，我需要帮助。你会逢凶化吉的。什么人？阎王山坑罗顿鸡，
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不要喂惊啊。行了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让蓝琪看见了，以为我怎么找你了？哪儿哪儿都有你，我拍个照片你也往里钻。瞧你那张牙舞爪的样子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是为这事儿啊？还在那儿笑，小心你乐极生悲。老师，咱们可是为了十一来的，为了孩子，咱不吵架，让人知道了笑话。你还知道啊？哎，英楠，咱们说正经事儿啊。蓝琪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关键是他事业有成啊，十一这次可不能犯拧了。范宁也给他拧回来，像蓝琪条件这么好的人上哪儿找去啊？要什么有什么，跟十一还有感情基础，这要再成不了。想想想想，他们俩之间还有什么能成为障碍呢？哇，拿这么多东西，是不就住一个晚上吗？是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带那么多东西。我要去给晨晨他们做个大餐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好主意。这鸡蛋我放边上，别弄碎了。哎，你这不都佐料都带去啊？都带，这调味的、勾芡的、上色的、勾汁的，全都得带。哎呦。是也不嫌麻烦，真是弄得还挺专业的。我的厨艺是我的泡妞利器，每个吃完我做饭的女孩都离不开我。你说什么呀？你泡妞？我给你准备这么多东西，你拿去泡妞的呀？那不行，不给了。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了，开玩笑，闹着玩呢，别当真。松手松手！哎呀，太认真了。哎，这个。这能跟你过日子的人呢，那就是跟你吃泡菜泡饭都行的人。那不行啊，我的女人我能让她吃泡面吗？那不光要天天吃我做的大餐，还得回来吃您做的红烧肉。那不行，我的红烧肉啊只做给十一吃。我呀泡的就是十一。哎呦，说什么话呢？什么泡十一，多难听啊，真是。最近啊，心不在焉的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觉得吧，看这讲话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我可听到了啊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太合适了。不合适。合适。丽丽这个不靠谱的，刚才给我发信息说让咱们接她一趟，收拾不完。哎，凭什么呀？为啥你就要接他？我还要到你家集合。因为你优秀，你最优秀。他不是磨叽吗？一贯的，你又不是不了解他。好吧，就冲你这句我优秀，那就接他喽。哎呦，行了吧，受不了。哎，你看我这耳钉好不好看？还可以。我觉得你今天口红颜色特别傻，一点都不适合。为什么？限量版的。我给你指甲，我新的。我说美女啊，我们就出去一天，你拿这么多箱子？这就是一晚上的东西啊，而且有很多重的东西，我们都没有搬呢。这就是女人，你不懂的。嗯哼，看你那样麻烦死了。行了，走吧，你上这个车，叫你保镖开车跟着，大壮跟着他。啊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家厨子。哎，不是，他得跟我一个车。为什么呀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今天一上来就惹我不高兴。你看你事儿的样儿。那行，那你跟他一车吧，你在后边跟着我，没事。好了，别依依不舍了，上车吧。嗯。张师傅，先去丽景花园接我一朋友。哎，好。哎。我们来自拍吧。好啊。三二，把我拍好看点。
你漏了也会死是不是？不爱拍照。你看你弄得咱俩都不好。哎呀，我这什么表情啊？我也好丑啊！快快快，再来一个。看镜头。你说我还可以吧？带上我。不带，就我们俩。爸，谁允许你进来了？心机。就这么着吧。问你啊，你为什么找了个女跟班？我爸雇的。再说男的女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少来，肯定是你要求的。反正要搁我，我一准要求个帅哥。我要求这干什么？他单身还是结婚？好像单身吧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家厨子大壮是跟我拐了八道弯的远房亲戚，要是按辈分算的话，他还得管我叫奶奶呢。正好也是单身。他多大？28。大壮25。你看，女大三抱金砖，正好。你俩觉得怎么样？般配。好，好，好。昨天咱们刚拆了一栋，今天再凑成一对，正好扯平。完美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干啥？给你孙子打电话？哎，还得看我孙子看不看得上去。免提，免提，免提。喂，壮儿啊，听见我说话了吗？现在，坐在你旁边那个女的，是我这个兄弟的跟班。他说呀，这看见你就一见钟情，欲罢不能，根本控制不住他自己，喜欢你喜欢的不行，真的。你看看，看得上不？喜欢喜欢。我就知道我孙子肯定喜欢。你跟我说让我帮你介绍的，我可是把这个话都放在这儿了，我都已经把人给你放那儿了，你剩下的看你自己啊，去吧，皮卡丘。来，别挂电话啊。好，谢谢姐啊。你好，我叫丁大壮。哦，你好。我们刚才互相介绍过了，我还叫51。我家在安徽黄山，家里有兄弟姐妹两个。我还有个弟弟，我今年25，以前是开饭馆的，身高184，不对，1米73，体重82公斤，不抽烟不喝酒，以前开过火锅店，卖过烧烤，烤过骆驼，烤过骆驼，现在在陈陈家做厨子。他这个自我介绍太诚恳，人家这叫憨厚老实，懂吗？不像你们这种油嘴滑舌。一般人受不了，我告诉你。那是你那个保镖，你那个跟班太凶了，好吗？把人吓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没听清你说什么。你家山西的？山西黄山的。嗯，山西是个好地方。不是山西的。那山东的？不是，我家是安徽的。哦，安徽大同的。不是。那山西黄山的？不是山西的。跟山没关系。那你家不是黄山的呀？是，不是。是还是不是？行了，电话挂了吧，挺费电的。没事，充电5分钟。你能不能争点气呀？在这儿还泡妞呢？没事，大壮不行，还有二壮、三壮，多的是人给你介绍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这事儿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。他家到底哪儿的？还笑！2618，一起的吗？这边啊，这个哦，这个方向，我们在这边啊。我们在这边。哎，一会儿怎么安排呀？沙滩见吧。好了。哎，行了，不要了。行了，差点忘了。哎，我的房卡呢？进来。干嘛？进来再说。干嘛呀？不干嘛，房间在这儿。啊？不合适吧？给你美的，你住那边，我住这边。壮，把我行李拿到那屋里去。哎，你干嘛去？
你又不住这间房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你还往那边走。我要检查房间。这房间有什么可检查的？这是我的工作。哎，你这个保镖真有点意思啊，他怎么什么都管你的？不是，你挺有意思的，干嘛安排一个房间啊？那我多跟你待会儿不行？况且井水不犯河水，谁碍你事儿了？而且我们离那么远，我不能把你怎么着，真是啊！东西放好啊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哦，行，回房间。哎，好嘞，姐。房间我都检查过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就走了？啊？你看不出我在这很危险吗？哎，你怎么危险？我是怎么着？母老虎把你吃了呀？你自己没数啊？我看了一下，我房间就在隔壁，有事随时叫我。没事儿，你快走吧。把门关上。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回房间。赶紧的，换衣服去沙滩。回个房间那么有气势。你住这个房间？对，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。哦，好的。那不关门呢？啊，你去帮我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姐安排我住这儿的。啊？哦。哦。那个，有个事儿跟你说。啊。你姐那边她好像有什么事儿找你。你没带房卡吧？没有，没带啊。那你去吧，去吧啊。什么东西，太不像话了，啊？你说他们，你会游泳吧？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会啊。会就好。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点给我开门！你要是开房子呀？队长，你给我进来。我看是谁，我给钱谁不让大壮在这住？莫名其妙的，什么人啊你！你别有没事找事啊！大壮谁能住一起吗？怎么不能住一起啊？你给我装什么糊涂？男女有别不知道？哟，现在混的小宝贝儿是吧？他金贵，我告诉你，大壮更金贵。大壮20多年来从来没谈过恋爱，他们俩在一起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陈小姐，麻烦你还是注意一下措辞。这有你什么事儿？算什么东西？给我滚！晨晨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以后不认这朋友。行啊，侯爵，你现在想让他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想让他的话，我就回去告诉我爸，让我爸不要跟你爸合作了，再也不合作了。想得美，什么合作？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行，算了，不就一个房间吗？大壮住里面，我住沙发。说什么呢？不可能，我告诉你。这不是一个房间的事儿，懂吗？我侯爵的人，我不差你一房间，不能欺负我人，知道吗？你的人，你根本不是他，别给我废话，走了。侯爵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警察好啊，啊，咋了呀？啥情况啊？太过分了，他太过分了。那。还游吗？游个屁呀游！那你不游，我们去游了。走了，拜拜。你们俩什么意思？哎，快点，泳衣都换好了。我这什么事儿啊？对不起啊，又给你惹麻烦了。没事，你都不用考虑这个。我告诉你，她这种大小姐脾气啊。不是现在报，一会儿得报，早晚都要报，所以我们从第一刻开始就不能向他低头。可是，那些都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他爸那层关系。就算他爸跟我爸告状，就算他爸不高兴不跟我爸做生意，那也没用，对吧？跟我身边的人，第一条就是不能受委屈。
我也没那么脆弱啊。以前有的客户也会误解我们的职业，看不起我们，把我们当成佣人、马仔，也有不尊重的时候。哎，那你们要是碰到这种人，一般都怎么揍他们？只能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，承受能力强了就可以无视了，要么就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。哎呦，真没想到啊，你们这种身怀绝技的人，这事还能自我反省，还能接受这种误解啊？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有几个人不被人误解？你不也一样吗？被人误解，是靠家庭背景。这个时候只能靠自己努力去证明自己，别的都没用。对，你这个说的太对了。我就因为我这个家庭背景，之前我一朋友说我跟陈晨像，当时我就急了，说什么呢？师爷，你赶紧洗洗睡了啊！咱不跟那熊孩子一般见识，犯不着。这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，他。哎呦，你说这个晨晨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小时候我见过他，不是我小时候，是他小时候啊，我见过他。他爸妈呀是老来得子，哎呦，把他宠的呀，跟你说都宠坏了，还念那么多书，还留学还什么的。我看他学的知识啊，都被狗吃了，真是。十一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找着。哦，这还差不多。你说你也是，今天跟我说那个什么，我这是激将法，那我就有点担心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激将过了，那会伤着十一的。我哪知道啊？我也没招啊，这意外太多了，我这套路我也套不住啊。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无招胜有招，你就慢慢套吧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在那玩了，赶紧去睡觉去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天到晚就给我惹事。闺女，蓝旗的酒店你一定要来，来了就是安保总监、高管、白领，不用再受气了。闺女，工作累不？累了就到蓝旗这儿来，别应酬了，图啥呀？是张姐给你做的凉茶，啊，让你败败火。谢谢。你说如果有两条路可以选，一条比较舒服，一条比较坎坷，你会选哪条？啊？哎，你要跟我聊这么深入的问题吗？不。我问错人了，你休息吧，睡觉。没事，我跟你说啊。不用了，我真的问错了，你睡觉吧。哲学性的问题，我回答起来最带班了。首先，你这两条路是去哪儿的？人活着呢，最终都会死。啊，我懂了。你现在走到了人生的岔路上，面前面临两个选择，一条平坦的路，一条坎坷的路。最终的方向都是死亡，啊！你在路口犹豫了许久，不知作何选择。今天求助于我，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要是放在以前呢，